朋友们好，我是石头。前些天我们在院子的旁边租下了一块菜地，总共用了8000块钱，租了10年的时间。那这块菜地改造的难度实际上挺大的。刚租的时候我以为很简单，简单的去清理里面的杂草，把土松下，然后就可以种菜了。但是没想到，当我们开始清理杂草的时候，才发现这块菜地的底部是有点积水的，那这个时候不做排水的处理，那以后种菜肯定是种不活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从城里面买了很多材料，准备对这块菜地进行改造了。这边的树木地板我们整整是用了3天半的时间，基本上今天一个上午可以完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选择的是深褐色的树木地板和旁边的栏杆白色的搭配，显得还是比较好看的。之前我记得在评论区里面有人说，我们这个院子古香古色，加上这样的一个钢结构栏杆就显得格格不入。但是现在整体做好了之后，大家再来看看究竟效果怎么样呢？还有很多人说的就是我们地板砖有点颜色太花了，其实因人而异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对不对？这边还少了大概2箱到3箱左右的瓷砖，现在从厂里面重新发过来，所以说那块位置我们是没有铺完的。等把这些材料全部运到菜地那边改造了之后，这边空出来，我们就要把这块院子的地全部翻一遍，把里面的竹边给清理出来，然后开始铺上草皮了。这边还有很多沙子，别看这么一大堆还不够用，我们又在城里面去拉了一些这样的积沙过来。现在师傅拉的是家具，有电冰箱、空调，还有浴霸，还有马桶、洗脸盆，很多全部都是从马路那边靠着人工这样子搬过来的。我们闲话不多说，走到菜地那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要从这边走下去，这边还有一点楼梯塌部还没做完。楼梯塌部要一个一个螺丝的拧紧，踩在上面才不会松动。给大家也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这边就是我们的吊台了，这个位置啊，鱼真的很多很多。每天我们有点米饭没有吃完就往这边倒，所以已经形成了一个鱼窝了。从这边我们是修了一条小路，可以通往菜地的。这座桥我们已经是修好了的，现在主要是转运这些材料，所以桥面的话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些木板啊、模板把它铺在上面，然后斗车的话要从这边运这些砖过去。还好这些砖的硬度比较好，这么高的一座坎直接往上面放下来没关系的。今天水位不是那么高，小河道里面基本上是没涨什么水。这条河面大概有300多米，接近400米左右，水的深度是20多米，大鱼是很多的。要想钓大鱼啊，一定要打好窝，守好，需要耐心。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我们已经清理好的菜地，相当于我们是清理了一
二三三条这样子竖向的排水沟，外面这一圈我们也都清理好了排水沟，相当于整个菜地全部都是有排水的设施。然后横向的话，我们清理了一条大的排水沟，把这些排水沟做好了之后，我们就用是那个水泥板从这边一个一个的隔断，再分成小格的，以后这块菜地里面就很多小格连在一起，错综复杂的。每块菜地大概我们是预留的是大概1.5米到1.8米左右的一个宽度，长度的话就是这么长，以后一格一格的把它给分开，踩在地里面，保证能不踩到泥巴就可以了。那就从这边走，一般这条小路呢是邻居附近的邻居走到河边，但是很少有人从这边走，就是一些钓鱼人喜欢在大概这个位置钓鱼，因为平时这个大水面很容易上大鱼。这边的排水沟是之前这户主人家清理的，可以看到里面还流着水呢，这边就比较深了，从这边直接可以排得出去。我们只是把周边的一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了，里面的排水沟都是我们来清理的，旁边的小河道也还是流着水。这边位置是比较低，所以说地里面是有点积水，不做这样的一个排水处理的话，基本上是种不活这些菜的。这是横向的一条排水沟，基本上整个菜地就分成了很多小块，我们还要再精细的把它分小一些。其实我们之前是想过从这边运材料过来的，但是这边的路也不好走，所以说我们还是从院子那边慢慢的转运过来吧，相当于要转2道手吧才能到达这块菜地。整个菜地把旁边的杂草清理干净了之后，还是差不多有7-8分地左右，还是挺宽的。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田园梦，但是要去实现这个梦想的话，很多人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我们整整改造这栋房子有3个多月左右的时间了，每天基本上都是马不停蹄的吧，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这个小院呢，付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心血。我们这个团队呢有8个人，每天大概最早的我们应该是4点钟左右就出发了，到下午的时间应该是5点半左右才回家。这边距离我们家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所以说是挺累的。改造好了这栋房子之后，要继续回去装修我们家的那栋房子了。以后这边可能我们会请上一个当地的老乡帮我们来管理一下这个院子，不在的时候呢让他帮我们种种菜，浇浇水，打理一下这栋房子。以后肯定是对外出租的，不想作为民宿那样子去发展，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栋房子太靠近河边了，有安全隐患。如果一家人自己住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但是人多是很难管理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很简单，想到的事情就要去做。很多人都问我改造这栋房子到底花费了多少，而且还是租下来的，到底值不值得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很多遍了，人呢就是这个样子，想到的事情你总是停留在一个想法的阶段，
不去做，你又何必去问值不值得呢？其实钱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对不对？把它给用了，自己活得开心了，过得好了，那可能就是你想得到的东西。如果你总是停留在一个想的阶段，你不去实施，最后我觉得你会可能一无所有吧。就像说的再好，想有一个田园梦，我想把这栋房子打造成什么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不去实施，你不去在改造的过程当中遇见一些问题，你怎么知道生活当中原来是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呢？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有点聊得太多了，石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喜欢的话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